Baby Tiger， 快来订阅我们吧！嗨，欢迎来到贝乐医院，我是贝乐虎医生。不知道今天会有谁来看病呢？哦，嗨，贝乐虎医生，你好，救护车安琪。有人生病了，我想他们需要你的帮助。刚刚丛林里的火山爆发了，很多恐龙都受伤了。啊！救命！哦，天哪！快把病人们送进去吧，今天的治疗要开始了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选择一位病人吧。霸王龙，你哪里不舒服呢？事情是这样的，烤香肠我的最爱。妈妈咪呀，火山爆发了！好烫啊！可怜的霸王龙，你的尾巴烫伤了。我们一起来帮霸王龙治疗吧。我们需要先用冷水给伤口降温。水龙头上有两个箭头，我们应该选哪个呢？应该选红色的箭头吗？哦，这是热水。搞错了，我们需要的是冷水。不好意思，我想应该选择蓝色的箭头才对。太好了，伤口已经没那么红肿了。伤口上怎么有这么多细菌？天哪，我们需要赶快用消毒喷雾把细菌消灭。太棒了，所有细菌都被消灭了。最后，我们需要在伤口上涂抹一些药膏，这样伤口就可以好得更快了。一、二、三。哦耶，治疗完成。你们做得太棒了。让我们选择一位病人吧。翼龙，你哪里不舒服呢？事情是这样的。正好我肚子饿了。怎么了？好烫啊！可怜的翼龙，你的翅膀烫伤了。我们赶快帮助翼龙好起来吧。伤口上有水泡，我们需要先把水泡里的液体抽出来。好，不疼，一点也不疼。太好了，水泡都变小了。接下来，我们需要在伤口上涂一些药膏，让伤口好得更快。哦，这里有两瓶药膏，应该用哪一瓶呢？我想应该用红色的这瓶。
这只药膏闻起来好奇怪呀、啊。哦，原来这瓶是辣椒酱，不是药膏。什么？你说应该用绿色的那瓶？那我们试试吧。太好了，伤口的情况好多了。最后，我们需要缠上绷带保护伤口。哇，这里有好多颜色的绷带，翼龙，你喜欢哪种呢？我喜欢大海的颜色。啊哈，是蓝色。哦耶，治疗完成！你们太厉害了。让我们选择一位病人吧。三角龙，你哪里不舒服呢？事情是这样的。这么多水果，先吃哪个好呢？天哪，我的脚呢？我的脚！可怜的三角龙，你的头烫伤了。哦天哪，这次治疗可能非常复杂，但有你的帮助，我们一定可以做到的。开始吧。三角龙的皮肤烧焦了，我想它需要一块新的皮肤。我们需要把新的皮肤安装到正确的地方。不对，不是这里。啊哈，是这里。嘿，现在三角龙有新的皮肤了。我的脚。对了，三角龙的脚不见了，那是对它很重要的东西，我们赶快给它安上新的脚吧。这里有好多脚啊，到底哪个是三角龙的脚呢？会是这个吗？好像有点怪怪的，我想我们还是换成其他脚吧。你们知道哪个是三角龙的脚吗？是这个。哦耶，治疗完成，你们真是合格的小医生。如果感到快乐，你就跳跳舞。哟吼！如果感到快乐，你就跳跳舞。哟吼！你感觉怎么样？已经不再难受了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全都治好了。治好了。下次见。